人们都说新世纪的第一缕阳光照在身上的时候，许个愿就一定会实现。从不许愿，不是什么事情都能靠许愿就能够实现。许一个吧，如果我能帮你实现的话，我一定会做的。你做不到。早就看出来了，你不是一个一般的孩子。你想说什么？老薛，你把我的厂子接了吧。风吹半夏，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中天娱乐台。